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双胞胎。最近我发现我下楼做核酸什么的，老是忘记把钥匙放进口袋里，因为呀，我没有口袋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女生夏天的衣服是没有口袋的？我检查了我所有的夏装，我发现就算有口袋的也是假口袋，就是把口袋给你缝死了，或者干脆给我画一个口袋。感觉好像女人就不能靠近口袋。为什么不能呢？女人又不会玷污口袋。对呀，口袋又不是祖坟。